地都是。哎，好顺景点哈！今天我又来赶海了，我发现这里啊，又遍地都是海虹啊。因为这附近有一块那个礁石上长了好多好多大海虹啊，这全都是野生的，全野生的。那个，这一定又是昨天晚上大雨的原因吧？你说呢？看这么多，太脏了，回家还得好好洗一下。昨天晚上下大雨，应该又是给它吹下来的，浪也很大啊。没有大浪，大雨是把它弄不下来的。哇，太多了，这一下又捡了一盆。我看那边还有好多，过去捡一些。哇，这些太小的就不要了吧，光捡一下大的。收了啊，它这里还有一个，收了。这边还有，过来，哇塞，这一会儿我桶满了，要拿不动了。这个头好大呀，不小，这吃起来得很过瘾啊。前段时间捡了一些吃了，今天又捡了不少。这个大，看这里还发现一个，我看我评论区有好多朋友担心它有毒啊。我们这边是没有毒的，可能南方地方才越是有的啊。看风啊，哇，这两个太大了。你看，我们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从来没听过有毒啊。看这个大脚印儿，这不知道是谁走过来的哈。他们都不要，我们这边当地人都不要，好多人都不怎么吃啊，就春天那一阵儿吃的最多。看，一个都比一个大，这个头超级大，很过瘾。他们都喜欢吃那个。长在石头上那些野生的海蛎子，哎，海蛎子，我觉得海蛎子打起来太麻烦，所以我不要海蛎子，我就捡些海虹吃也很好，而且我觉得海虹味道好，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啊，都不小了，再晚来一会儿这涨潮都要吹走了，你看涨潮都涨到这边来了，你后边不全是吗？哪里？这，捡一些。哎，收了，哥，这不全是吗？哎，你们看，我发现这里有猫眼螺，这个很明显的是，你看它还正在爬，它是感应到涨潮了，是不是？它出来了，哇，哇，这肉，哇，是不是镜头上了？是吗？那你擦一下吧，看这里还是一个，哇塞，看。好多沙呀，好多沙呀，吃了好多沙呀，回家还得拖半天。哇，漂亮吧？收了啊！哎，我又发现了一只，幸亏我过来了及时呀！你看，这水都涨到这边来了。看，这水冲过来了，你们看，这水，我蹲在这儿，就感觉这个水不停的往这身边涨啊。这晚来一会儿就没了。哇、哦，哎呀，这水呀！今天这猫眼螺水一个都非常的充分啊，一个个的。就看，我发现水里还有好多呢。看，这是一个。哇塞，我这一会儿我腿都吹不动了。嘿，这水里的太难拿了，这得一个一个拿呀。都在水里，哇，这水里有好多。看，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水里不少。哎，看还有哪里是？这水一下子折了，我都看不见。看这里还有两个大的呢，差点丢了，差点浪费了。看，这里还有，这里都是。我看刚刚那个黑的那是什么？啊，这个黑的是什么？这谁的黑腰带了？哎，不对，吓死了！这是船上的。我在船上的那个拐弯是什么拐弯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啥垃圾？看，这里边是啥呀？错了，我还以为是个海虹，原来是壳子。我发现这里有海虹没找到，你看，发现两只大毛蛤蜊。哎呀，看，最近这里毛蛤蜊太多，我感觉毛蛤蜊都快吃够了。你们喜欢吃吗？看这里，发现还有一只海虹在这里。这里水有点脏呀，这里，反正也没人来玩，确实有点脏。那咱出去吧。这里两个蛋，快来！哇，两个蛋，两个海鸭蛋。你看我们这边海鸭蛋多，你们那边好像没有养海鸭子的啊。然后就有好多人质疑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啊。好，收了它。哇，两个蛋不错呀，你看这个头，
回去腌一下，弄个咸鸭蛋吃啊。吃了。看这里，三个蛋，三个蛋。哇塞，三只咸鸭蛋，刚来哈，啥也没啥收获，竟然碰到了三只咸鸭蛋。我还寻思今天抓太多，抓好多那个八爪鱼啊、海参什么的。哎，行吧，三个蛋开始啊，走。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什么货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走，来这边看看。快，发现了，有两只，两只。来，哇，快看，快看，这里这么多啊，不只是两只啊。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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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还有两只，这里还有两只，成双成对的，好有意思呀。看，这里还有三只，这来了一会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九十，妈呀，差点撞碎的这个蛋，收了哈，不错不错，这里好多蛋呀，看我发现这里还有一只蛋，孤零零的在这里跑着，那铜罐呢？看这个不错，我发现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你看这水在动，我看你的镜头，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还发现这呢，其实它在这里，这里一个大海参，看看看，哇塞，好大呀，但是这个海参你们看。有点要化了的意思啊，海参变长就说明它粘液开始脱了，脱了之后这个海参就很新鲜度就会差一点，但是还轻微的一点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放这里吧。收了，过来快，我又发现这里，看两只大海参怎么样？哇塞，这两个颜色还不太一样，你看海参变长了，这海参变长了就说明它在这里不行了啊。时间有点长了，要挂了。如果是活海参，你一戳它，它丢就变成一个小球球。哎，要挂了。但是看着一点问题没有啊，收了啊。还有一个蛋，快来快来！哎，不对呀，什么情况？我看我看，没在这里边了。这风浪也是太大了，这里边的蛋不会碎了吧？没起来了。有可能是一个聪明的鸭子。啊，不对呀，我没见过鸭子没蛋的呀。看看。哇塞，没坏，没碎，没碎，你看没碎呀！哇，轻点拿，轻点拿。因为海鸭蛋，因为海鸭子它都是吃海鲜长大的哈，它比那个，所以它比那个普通的家里养的鸭子那个蛋要蛋壳要硬很多，所以它不会碎啊。因为海边这个环境恶劣，它得适应环境。哎呀，四个，六个，加刚刚那一个七个吧，六个还是七个？哎呀，不少不少，确定没有了吧？再扒一下，这就跟捡了黄金似的，我感觉没了。走，再进去看看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猫蛤蜊，不对不对，一只那个白蛤蜊哈，普通的蛤蜊，不活了。但是，看我发现那里还有两只猫蛤蜊，这幸好啊，要不然看到这只死了，我该多伤心呀！看这里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三个呢。咦，刚看到这俩了，这两个肯定是一对儿，亲亲。一对的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离家出走了。好，三个不少吧，收了啊。翻翻石头底下看看，最近好多天没有抓到八爪鱼了，太馋了，全都是蛤蜊沙滩上最近。什么情况？哇塞哇塞，这个螺好大呀！我吃贝类吃多了，你看，我都要吃够了，好多天没有螃蟹呀、八爪鱼什么的。这两个大蛤蜊，你看不小啊。但是我不是太喜欢呀，没有八爪鱼。看这里一个蛤蜊，哇塞，这是一个猫眼螺，活的呀，活的呀，快看，它翘个小屁股，还没钻沙呢，翘着它的小屁股。这个蛤蜊不小啊，虽然我不是想要，不是很想要，最近抓了好多。哇，猫蛤蜊还是可以的，不对不对，这叫什么来着？猫眼螺，猫眼螺还是可以的啊。猫眼螺总体来说抓的很少，没吃够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它这一块肉哈，特别像猪肉的香味一样，有海鲜的香味，还有猪肉的香味。够了啊！两个鼓包，快看，这里肯定有猫眼螺。哎，你看，这不就看到了吗？哇塞，这猫眼螺什么造型啊？呜、哦，你看，它缩的还很快。哇塞哇塞，这回全是沙，全是沙。看看看，哇哇哇塞，漂亮！刚刚手感没找对，看这一下子，看吸的可快了啊！这个猫眼螺可不小呢，看是不是？好大，快！这里还有一个，收了它，还有一个，哇塞，这个也不小啊！呜呜呜，它动它的可快了，可快了！呀，
因为它很活跃很新鲜啊，所以一动它它就有感知。洗一下沙，捏一下吧。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，请观看我的表演。哇塞，你怎么朝一个方向出？这里也有。哇塞，我出汗，看看还有吗，在沙滩上多找几个，多玩一玩，两个都不够玩的，收了啊。看这里是不是两只猫眼螺？哇塞，你看这两人对着，这是毛蛤蜊啊。我又说错了，因为前面收了几只猫眼螺，我差点都没反应过来。两只毛蛤蜊，你看他两个人对着，今天他这大家又得说我心狠了，把人家一对就收走了。哎，收走了，收走了吧。看，你看我发现了，这是个啥？古堡猫眼螺在里边。他呢？你他把沙怎么顶着这样啊？哎呀，你别老动他那个啥，你一动他这儿他就缩了，全都。是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捏不出来水了，你轻轻的。轻轻的给他先洗一下沙，然后再洗一下这边，然后再开始捏水。这个我感觉它好鲜活呀，它好有劲呀，吃了一包的水，哇哇塞，漂亮吧，哇哇哇哇，但是还是让它缩进去了，我感觉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水没捏出来，收了啊，走，快继续看看，这一会儿来逮了三个古包了，好过瘾呀，走，看，我又发现了一对儿，但是这个什么情况？你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个猫眼螺正在动，我先把这个大给它收了。对，他准备在杀，哇、哦！你看，你看，屁股都翘起来了，好有意思呀！这是什么机遇啊？能让我遇到正在钻沙的猫眼螺？看，这肉刚出来一丢丢，你看，你看，一戳它，它就收回去了。哇塞，亲呀，亲亲亲亲，小宝贝儿，别白用力了，钻进去我也把你拿出来。行，直接进我家吧，走，带走了。啊，我发现这里一只海参藏在这里。好大个呀，不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又是这是上次也抓到一个这么漂亮的，跟翡翠一样的颜色，你看它咋这么大呀，不能缩一下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不行了，它是要化水了吧，赶紧快收了啥，到桶里拯救它一下，走去看看，我看这里一个古堡，快来快来，这里边是不是有猫眼螺？看着要不是，猫眼螺的古堡比这个大，看看里边有啥，到底有啥。嘿，我抠到一个东西，又是一个鹅卵石，我发现了，鹅卵石底下，鹅卵石顶上会有一个鼓包的，走吧。你们看，我过来捡垃圾的时候哈、啊，我走到这儿，我发现这有三个大蛤蜊啊，是不是毛蛤蜊？快看快看，果真是三个毛蛤蜊，在这里，哎呀，个头都不小，你看，而且还都是活的，发财了，这下，洗一下啊，都是活的，回家正好凑一起吃一吃。哎呀，这垃圾也太多了，这是矿泉水瓶，过来捡了。那我发现哈，这来这边玩耍的这个游客呀，素质有点低，是吧？你说你放完，你不能伸手带出去吗？是不是？这个也是，这有可能他们是装小鱼小虾的哈，我觉得也应该伸手拿走。在这里有几个大蛤蜊，你看。这怎么沙滩上大蛤蜊一个比一个大呀？看呀，我最近是大货没抓到，大蛤蜊是一个比一个大呀。最近就吃蛤蜊吧。啥呀？这什么？这石头鱼。脚踩了，大蛤蜊，大毛蛤蜊一个，不错啊。这冲上来的明显就是。这回家能凑一盆了，是的。收了它，收了它。看看还有没有？看这石头底下，我发现像有货的样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果然有啊，哎，你看，它挺会藏，哦，夹到我了，这个小螃蟹劲儿还不小，放了你，我没想要，我想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没想要你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，这么多，我捡了一桶海参，你们信吗？哇塞，快看，这里黑黑的，是两只海参，哇塞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啊，今天的话，我听到我们这边有人说，附近的养殖场拍海参了。所以我今天专门来看一看，果然有海参。你看这两只小胖子，哇哇！你看我一拿它，它身体变长了，看，哇塞！你看蠕动的非常的明显，非常非常的鲜活啊！哇塞！你看这个也非常的鲜活。天哪！我很少见这么鲜活的这个大海参啊！收了它。哇塞！
走，继续看看。今天希望能抓20只海参，就最多了啊！走吧。经过了不懈的努力，看我又发现一只大月鳞，大月亮杯啊！这个月亮杯吃的太过瘾了呀！我们家亲戚小朋友吃两个就饱了。那走吧。还被一个鼓包，是不是有个有猫眼螺？是不是？挖一下看看啊。没有，竟然没有，是不是陷下去了？看，这里有窝的痕迹，很明显。哟哟哟，我挖到东西了！哎呀妈呀，你看呀，挖出来个小鸡蛋吗？啥也没挖出来，挖出来一个这个。看，好好看的样子呀！这附近有吗？都没有。你看，你看，这附近哪有这样的石头？多漂亮！嘿嘿，我放桶里啊，带回去。有喜欢的吗？够了啊。路底下看看有没有藏的，啥也没有啊，连个螃蟹都没有，更别说海参了。看看这个石头底下，哇塞哇塞，虽然没有海参大螃蟹，但是你们看有啥，大蛤蜊啊，这三个大蛤蜊是，哎，不是同一个品种，好奇怪。看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个品种，但是个头都不小啊，收了它。哇塞，勤劳就会有收获，我怀疑这些石头底下有海参，找一找，咱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货哈。哎，这个石头很沉啊，哇塞，有没有货？哎，没有。哎，有有有，在这里，我的注意力在这里，所以我没看到这里的，它竟然藏在这里。看，又是一只小胖子。看今天排出来的海参差不多啊，都是这样的状态。看，收了啊。我的天哪，好瘆人啊！我离老远一看，我知道它是个东西啊，看着像大水蛭一样，好瘆人啊！呜、哦，一碰到它就戳了，戳就是缩了。我激动的方言都出来了，你们知道戳了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缩了的意思。你看，它还会来回伸缩，它是不是？这是它的肚子底下，它是不是翻不过来了？我来帮帮它。哇塞，洗一下沙，这是一只大海参啊！这。哪个老板财大气粗的把这么大一只海参排出来了？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哇，这么长，收了它啊，放桶里。再来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！你看，看看，绿绿的，淡绿色的，好漂亮这一只。哇塞，跟前几只颜色都不一样。你看，哇塞，好漂亮吧？你看，也非常的活跃啊。收了它，这石头底下看一看有没有啊。这小螃蟹也行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么多，哇，三只，看一个比一个大，哇塞，今天发财了，我捡了一桶海参，你们信吗？如果说一个20的话，成千上百的钱是有了，不说了，快点继续捡。遇到鲍鱼窝了，不是鲍鱼窝，海参窝。因为今天就是排海参了呀，哇，抓，犯不动这个。开始，你们看，我又发现一只，它藏的好假呀！但是，一般没有经验的人来这边的话，他肯定也不知道啊。还是我有经验，知道往这个地方找呀。看这一个，个头还行吧，红红的这一个，跟其他的颜色不一样，也是收了啊。来这边看，我刚看到一个蝴蝶落你手上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嘿，哎，爸。没有，很意外啊，两个螃蟹都没有。什么情况呀？我看这么多大虾，哇塞，还有没有活口啊？看，不少。哇塞，这么多，话不多说了，赶紧给它捡呀！哇塞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里好多大虾呀，一分钟都不能浪费，快点捡！哇塞，你看还有翠扇贝，这里翠扇贝在这好久了，看，哇。都捡不完了，怎么有一种？这一会儿来两盆够了。这扇贝咱也带回去吧，喂喂咱家的小鸡儿啊，小猫还没得吃呢。放桶里。站起来才发现，还遗漏了一只大虾在这里，不行，幸亏看到了，要不然浪费了。哎呀，扇贝带回去。今天这里扇贝少，只是几个不要不活的，是不活的都让别人捡走了。快带着吧，捡个漏啊。这里还有这么多大虾呢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养殖虾哈，身上都是这种青色的，还有小脚，虾须都是完整的，这虾完全可以吃啊，看个头都这么大，
450规格的大小啊，但是我看这种大呀，看大小都不一样。哎呦，不多说了，快点捡来。哎呦，这一回来又捡了一两斤呀，二斤也有了。这要是30块钱一斤的话，60到手的。来了，被水冲下去了，咱快点往下游看看还能不能找几个啊。走，还一片，你们是不是看不清啊？因为这面还有虎台哈、啊、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，哇塞，那个虾还在蹦啊，看还有沙贝，沙贝我直接忽略不计了。哎呦，哦，快下来，这么多是谁蹦的？过来一看，不说了啊，哎，是他蹦的，看好多。哇塞，哎，对，看错了，我差点把石头也抓起来了。哟，都很新鲜啊，看这小脚啊小靴啊都很完整，是不是？它看这水里果然有啊，看我刚才经验你们就知道哈，我说的话基本上没错，看水里这么多，快点快点，哇塞，好多呀，我感觉被水冲进去可能好多，但是我不敢进去啊，你们也知道进去有风险，只能在这岸边找一找。哇塞，我想看，个头这么大呀，这里边的。哎哎，啥？我这个要跑了。哦，这个在游了。哟，这个在里边好，真好看呀！哇塞哇塞，我都不忍心逮它了。看，很和谐呀，这画面，超级大呀，这个太大了，跟整个手掌一样大。输了啊。你们看。还有一圈，我敢说，我看啊，它都会在这种有那个水坑的地方藏着。看，因为这里水深一些，它们够呼吸的啊。但是奈何环境特恶劣呀，这里水温可能跟它们不合适，所以都挂了。看着很新鲜，不影响吃。看那里还有一只，过来过来。哎呦，这个个头还不小呢，收了啊，放回来。哎呦。一只小八爪鱼在这里，哎呀呀呀呀，快看快看，溪里还有，哎呀呀，石头还差点能吸起来，看它是在这吃石头吗？还吞水了，呼吸，大口大口呼吸，你看我这边看，你看你看，哇塞哇塞，哇要吐水，别逗它了啊，这里水温不太行感觉，所以它存活不了，带走吧，还有活跃度啊，带回去吧。走，这么黄的鱼，快看，这是不是一只那个一条野生的大黄鱼呀？哇塞，发财了！你看呀，全身体黄黄的。我的妈呀，这里是礁石区，没有养殖场，这也不是咱们这养殖的，这是野生的大黄鱼，发财了！你们看我拿起来，黄不黄？是不是特别漂亮？野生的大黄鱼，发财了！这一条能值个1800的吧？这得有2斤吧？没有，差不多。现在市场价还是1斤1000，好像是我听说应该是。哇，别看它死的，比活的还值钱。这一条鱼让我，哇塞，回家吧，翻身弄把个秤，这么怎么说呢？这个鱼很好吃呀，是不是？养殖的都很好吃，你说野生的呢？不说了啊，我收获太大了，今天，杠杠的，太过瘾了。走，再看看有啥其他的货。抓不到其他的，我感觉我也值。你看鲍鱼窝呀，我在这坐了1分钟了，没舍得打扰他们。这是一家四口吧？哈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。老大先从你开始。哇、你看一下子生气了。再看看这个老二，哇塞！哎呀，这个吸得紧。老三越小的力气还越大。老四，看老三吸得紧。对，老三吸得最紧，这个可能因为年龄小了的问题，但是这个老三太脏了，老三最脏，黑黑的。好，再收了啊，收了收了，回我家一家四口团聚啊。哎，不舍得打扰你们，但是我还要争取时间，我要继续看看还有没有啥好货。这个太大了，厉害啊，是吧？走，继续看。我又发现一只猫蛤蜊藏在这里。你眼神真好，毕竟看不见的。我这个发挥呀，时常时候有的在眼皮子底下都看不到。这个个头不小哎，这个吃刺身可好吃了呢。
回家尝一尝，好久没吃了啊！看那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被石头卡住了吧？看看，哎哎，出来了，跟刚刚那个你大哥做个伴儿哈，这个比刚刚那个小一点。收了，来准备看看，石头底下看有没有八爪鱼。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走，去前面看，看前。看看，我偷出一个东西，看这啥？八爪鱼一只。看，但是它不是非常活跃了哈，奄奄一息了。哇塞，还是动物的，其实。藏在底下怎么一回事啊？它应该是。今天太热了，今天。对呀、啊，这里水都是热乎的，肯定不行啊！海鲜对于温度要求可高了啊。走吧，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一看也是不太行了。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啊，给它收了吧，走，不行了，回家再说吧，我也不想浪费时间，太热了，热死我了。这里有个垃圾，上次我拿走一块，这怎么又一块？上次在这里底下抓了一条八爪鱼，哎，这个拿不动，帮帮你，你帮帮我。哎，它被这个石头底下压住了，拿不起来。哎，浪费拍摄时间了。哎，没有啊，今天没有。上次捡一条八爪鱼，今天没有。今天收获一般，也太热了，现在。对，我都坐一会儿，走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走一会儿。幸亏那有一条鱼。嗯。走，回家回家。我发现这里一只大鲍鱼，刚说今天收获很少，来到这边又看到一只大鲍鱼，哇塞，哇塞，他一看我过来的肉又弹起来了。你看这什么？咋的了？这个吗？这。刚才那这个地方，这是它的牙齿，好像对它的触须、嘴巴都在这里，牙齿什么的凸出来了。你没看见？我估计网友看看看看，我看到了，在这呢，这里是它的小触须。啊，我还能不认识啊？你看看这里，看着好有食欲。你们看，这个是不小哈，这个野生海蛎子不小了，想吃这个也不小了。看这里，这个也能吃得着。今天没带工具。哪次咱们都没带，因为目标不是他。好大一个大蛤蜊呀！哎呦喂，过瘾啊！这么大一个月亮杯是吧？这么大的月亮杯。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今天又来赶海了哈。今天天气虽然有阳光，但是还有风，特别的凉快啊。看，刚来收获一个这么大的，看那边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大蛤蜊。哎呦，快看呀！仔细一看，这里是一个大毛蛤蜊呀，藏在沙里，还挺会藏，小样的。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哇塞，刚来就在这里收获这么多大蛤蜊，看这个也不小，是吧？差点跟手掌差不多大了。这两个毛蛤蜊也不错啊，收了。看这个啥，紫色的，天哪，这是一个洋葱啊！这海里怎么什么都有啊？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放上的吧？你们看烂了这么多了，但是扒开里边，你看，扒开这外边烂的这一层皮，里边还是好的呢。真的不是我放的啊，但是我现在有点纠结了，这个洋葱我是带出去还是拿回去啊？露营扔这儿的。我感觉放海里会发臭不太好，虽然咱带回去咱也不要，找个垃圾桶扔了啊。哇塞，这里还有一个大月亮杯，目测一看，虽然它没全部都露出来，但是你看还是不小的吧，看这可开口了。但是应该在那觅食，它是不是吃这个？那是呀，那这里边好多微生物，它不就是吃微生物长大的吗？在这里边，看这海蛎子什么，小螃蟹，你们看，是不是小螃蟹？还有蛤蜊，哇塞，光看轮廓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虾子，不是，看错了，不是，看轮廓这个都不小啊，它在这里应该吃了不少东西了，收了啊。看前边，这里还有毛蛤蜊，你看那里还有一个。哇塞，今天发财了！你看这个毛蛤蜊自己在这里蹲了一个窝，走吧，放桶里。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更大呀，这个个头啊！这刚来收了两个大蛤蜊，这个大毛蛤蜊了。今天吃身又有的是了。走，看这里，是不是又有两只大蛤蜊？最近这里哈，我在那边也捡到这种大蛤蜊了。这片海域好多这种大蛤蜊啊，你看，但是这一个怎么开口了？就趁它开口，我打开给大家看看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肥度。哎呀，打开了，哇塞，哇塞，打不开呀，这么硬啊！我手里劲儿是非常多的啊。哎呀，还是不错的，
但是这个季节它没有那么肥啊，春天的时候它就是最肥的啊。但是这个现在的话也还可以，收了，那这个不要了，坏了不要了，等会把这个摘了。它在树上啊，来来来，看错了。看错了，我还以为是它一片阴影。这有蛏子，估计。这里也没有。看这个海蛎子，哦，没有肉了。哇塞，我没看错吧？这长什么黑苔？有只大海参在这里。你看这一个胖嘟嘟的，真可爱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的刺都站起来了。这哪是上，哪是下？哎，这个是上。看它正在蠕动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哇哇，你看这小脚脚。看这小脚脚，哇塞，头一会儿发现这么鲜活的大海参啊，真的是，因为今天天气凉快，哇塞，不错不错，你看这个小胖子全起来了，带走啊，带走，今天晚上做个海参粥吃。哎呀，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就不如刚刚的那个，哇塞，这一个就跟要变形了似的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个能看到它，呜，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活跃，你们看，我一动它，它蠕动的非常厉害。哇塞，带走啊！我的天哪，小点声，别让那边的人听到。收了啊！哦，你快看，这里一条大鱼！我，哎呀呀，它听到我来了，逃跑了！哇塞，这条鱼我都没有信心抓它。你看，它围这个石头在这转圈呀、啊。我看看能不能行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我的妈呀，好厉害呀！吓死了，快跑那边了！哇塞！慢点跑呀！我这还追看到它了。哎，它跑到这了，跑到这里好抓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还寻思它咋这么好抓呢？我刚要起来，它跑了。哇塞，这个鱼非常的活跃，还非常的凶猛，一般人抓不到它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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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的妈呀！别跑呀！快！哇塞！哎，幸亏这里这个地方它是搁浅在这的，这里水深，但是这里没有通海，没有入海口哈。它，我抓到它是早晚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要么说到了人家的地盘。哇，哎，去哪了？火了吗？在这边还是在那边？在这。哎。幸亏他让石头卡住了，嗯，我逮到他了，他咋不太动啊？装死是不是？他可能是懵了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给逮了。你看他在这里，他有一个孔雀的黑点，孔雀尾巴的鱼哈，但是我知道他叫美国红哈。你看他的刺受伤了，看刺少了这么多，哎呀，我那是鱼鳍啊，对，就是鱼鳍，这说刺也行，两斤多啊，回家又有的吃了，收了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一亏呀，差点给它倒出来了，我的天，白抓了，放在桶里吧。你们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白白嫩嫩的八爪鱼，刚刚它在这里摇头晃脑的，特别搞笑，但是没抓拍到，你们知道吗？太遗憾了，你们没看到，我看到了，看，它在这里面，哇塞，个头还不大哈，但是它看起来还有十倍，瘦了啊。我刚刚看八爪鱼的时候，我看这是一个啥东西，看一个银行卡呀，交通银行的，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钱呀。这谁在这里赶海把银行卡都丢了，还是说赶海带银行卡干啥？金领卡，这个卡好不好啊？就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钱哈、啊、我先带着，回头我查一下，一会儿我赶完海我查一查。看，我发现这里有大蛤蜊啊，这么大的大蛤蜊，你难看吧？这个大蛤蜊特别特别的好吃，它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，而且里边鲜嫩多汁的，一口下去，一口肉一口汁啊！看看这个还张口了，它在这里呼吸吧，还是吃东西呢？看，我看那里还有一个，捡了它。哇塞，它藏的隐蔽啊，在深水里边。哎，我看到，快点跑去了，家人慢点啊！给你们看看，你们能看到吗？你们能看到吗？哇塞！这个螃蟹它肚皮朝上，应该是死了，来把它放桶里，拿起来啊！咦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，你在这里好好的，它怎么挂了呢？扔了它啊，不要了。两只猫蛤蜊在这里，这一个在窝里，这一个在这里，这一个是不是离家出走了？
哎呀，看看看，这个还在窝里，它出走了，你也不挽救一下，不挽留一下，我来把你们凑成一对啊！走，别走吧。飘着的猫格丽，你们见过吗？它咋飘起来了？不要怀疑，它的是活哈，飘着也是活的，虽然空空的。贝类海鲜就是这样啊，不多说了，收了啊。对，两只飘着的猫格丽。水深的地方就会有飘着的贝类啊，你包括那个彩虹啊，还有那个扇贝啊，它们都会飘着。收了啊，都是活的，其实往桶里吧。哇、哦，姐妹看，我发现超大一只猫呀，落在这里，好大的舌头呀，就是它们吐沙。我看到这里有粘液了，有粘液，你看都是猫眼螺的粘液，它从这里爬到这里。哇、哦、塞，伸着好大的舌头。哎呀，它是在这里洗澡吧？你看。其他的猫眼螺上好多沙，它白白嫩嫩的，捏一下吧。哇塞，好多水呀、啊！哇，哇塞，哎呀，有劲儿！哇塞，这个水厉害了！哎呀，它吃了一肚子水，都让我给弄出来了。没，哇哇，看看看，我发现啥了？怪不得它这个状态不一样呢。我看别人视频里都发现了，只是我没找到。今天。我找到了，你摄影师的手机还往这瞟，他以为我说小鱼、啊。你看这是啥？猫眼螺的卵。哎呀，给你们看看啊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就这样子的状态。哇塞，这个猫眼螺妈妈太那个了，太伟大了，它产下卵，它自己在这里。天哪，这个猫眼螺的卵咱不能动哈，那给它在哪里放呢？就放给它放到哪里。猫眼螺再带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猫眼螺的猫眼螺卵，螺卵，收了啊，个头还行。看，一下子两只猫眼螺，你们谁能发现这种情况？看这里也是它的粘液。你看这只猫眼螺它就脏，刚刚那只猫眼螺多漂亮，脏兮兮的，我给你洗一下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个大肉啊！捏一下啊，找找感觉。找好姿势，你，哇塞，哇塞，它泡了太多的水了，看看看，我的天，哎，我感觉它软绵绵的，在这里时间挺长的。收了收了，我看看这一只怎么样啊？这一只，你看爬出来一半儿才，它想要往里爬的。啊，你看它的小鼻子，看。这是出气孔吧，还是嘴巴，还是鼻子进去了？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这个肉小哈，看一看捏水的感觉。呦呦呦，哇，哇塞，哇，哇塞，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了，反正就是很厉害。收了收了收了，这仅三只猫眼螺完全瞒不住我，我总感觉哪一个都没，就是表现的非常好，也没捏的非常完美。哎，放桶里吧，再找找其他的货。再看那是个啥，好漂亮啊，明天穿的话漂亮的可以的。哇塞，哇，这又是从深海里出来的，好干净啊。哎呀，我们遇到的水就是清澈啊。虽然面上还是有一些虎苔，但是它真的是很干净，表面上也有一些脏东西啊，没关系，回家洗一下。这个你们谁想要啊，在评论区里说一下给你们，因为我自己有自留了，这个就给你们啊。说完拿回家去。看这里超大一只大蛤蜊，哦呦，哎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手感不对，大蛤蜊壳不要了。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种老蛤蜊啊，在这里也有呢。走，继续看看吧。看，你们就说我坏不坏？这只猫眼螺爬的比前几只都小。看呀，爬的这么一点，后边这么一点，就让我来给碰到了。它的花还不大，吸水也不多，捏一下试试啊。看，还是没有啥水，因为它都没来得及吸水，就让我给逮了。没有多少水，哎呀，失败，捏水失败，因为它里边就没有水。这样吧，过来，哇，
的天哪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啊，一看就是壳啊，因为它没有立体感。这个太漂亮了，我洗一下给你们看看。哇塞，这个必须拿回家，纯天然无污染。看看看，这里边还有脏东西，回家我洗一下。这个也一起送给你们啊，谁想要它可以说一下，带走啊。哎呦，差点碎了。垃圾袋是啥？这是啥呀？这里边你看还长了一只这个海虹，这个海虹生存能力特别强，真是无处不在呀，有石头的地方，凡是它能居住的地方，它能吸附的地方都能它都能活啊。放脱你。哇塞，快看这里果然好多大虾呀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哈，今天我得到消息，养殖场派出所这里又拍大虾，虽然今天下雨哈，但是我打着伞我就来了，你们看果然呀都是，但是今天个头小，比以前小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之前的个头都不小啊，都很大。哎，今天个头都小，还行吧，4050的差不多。你们看看，可以啊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这个虾什么情况？怎么变颜色了？变味了，宝宝们？还没有什么问题，先带回去再说吧。啊，还有在哪里？刚刚离老远看蹦了一个，是不是你蹦了？哇，这个个头大一点，有没有？这个虾还装死了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。那里还有一个，来，把这里，把这里，哎，两个，哎呀呀呀，蹦啊！哎呀呀呀呀，哦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哇，这里这个大呀，个头还不均匀呢，你们看，啊，这个还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别蹦了啊！这头一次见这么厉害的虾呀，别蹦了，别蹦了，看。这个很厉害哈，哇塞，这个个头也不小，不说了，让它吧，把它蹦出来。这里是不是还有个？我哪里？这。我先把我这边的夹了。哎呦，你看这个爪子也还动，这个个头不小，大。对，这个不小，但是这两只就小了，相比起来，哈。相比起它，这个就小了。爸，再来一会儿，一盘虾够了。怎么样？就希望今天别下大雨哈，我怕我这个伞不行。走吧，这看。这别漏了。哪里？哎，看到了。哎，嘿，哦，哟，不错，这一只也不小。我看这里虾子在游啊！啊、哦，我看这里还有一大堆呢。哇、哦，哎呀，我的虾跑了。那不在那儿。他不是，哎呀，我的妈！他不是从我桶里蹦出来的吧？不是，哎呀，先把这个讲了。哎，坏，我感觉他要跑，找不到他。哎，逮到了，让你跑！哇，你看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只，还挺厉害的，我感觉他气得咕咕的。看，到手里他就装死不动了。放桶里吧，这里是不是还有？没有，刚才我看你后边有。要是在这里，看到这里有啊。来，哪里？这个你都拆死了是吧？拆死了。哎呀，这个也活。看，有，在那石头上有一个蹦到那里了，它蹦上了，它也活。你看，爪子在这里跑，蹦在上面这么明显。这里爪子也在动呀，它蹦的，刚刚一拿它的时候它蹦，大的还是不错的，我是看明白了，自从排水口里排出来之后啊，这些大的还是有活力，哎呀，蹦那么远呀、啊，这些大的还有活力，像这种小的就不行了，收了啊，放到这里边了，哎呀，看，怎么样，这只也不小吧？看看这石头底下有没有，把石头底下翻开，我试试我能不能翻开啊，能不能翻得动啊，先用手摸一下，这里边如果有八爪鱼就好了啊，我感觉这个石头很沉啊，我找个角度看看从哪里翻合适。哎，这个石头太沉了，哇，里边果然躺下了。哎，哦哟，再看还有鱼这里边，看怎么样，虾子出来了，但是我怀疑这底下还藏了啊！先把这两只藏起来，哎，拿起来，看看，一个手主要是，
哎，你们手上咋的？你把伞给我。把伞给你。做一下热身运动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啊？哇！有吗？有啊！还有两只哦，快看呀！还有，芝芝，你看它。哎，跑，又跑进去了。怎么样？这里边藏了好多虾呀！哎呀呀呀，还这还活的，四只。哎，呀，蹦，差点让它蹦了。哎，掉了。快给我拍着看里边还有吗？哎，我实在抓不动了。看看还有没有里边？没了，快放下吧。好嘞，遍地都是虾贝。快看，好多好多，我打眼望去一地都是呀，我不多说了啊，我赶紧捡。看，我给你看，你看这个扇贝在这边时间长了开口了，这个的话它不活了啊，但是也带着吧，带回去看看。看这个还活，我看到它的肉还动了，还能闭上，能闭上就这还活的。哎呦，这个也闭上了，还有大蛤蜊呢，这里海资源很丰富啊。哇塞，看他们开着口一拿着他们都闭上了，好神奇呀、啊、看像这种哈，看着他开口然后一拿他闭上的就都是活的。哎呦，这个也闭上了，他们在这里好长时间了，在这里很悠闲呀，大口的呼吸在这里。我先给他放桶里啊，看看这个一拿闭不上的就不活的，一拿能闭上的就活，这个够老呛了啊。看看这里的，哇塞，都还行啊，都不错的，看一拿闭上了，看，哎呀，个头有大有小，看这上边还附着着小的那个小海虹，还有大蛤蜊。哇塞，这个大蛤蜊超级大呀。哇塞，看这个小一点，但是它们品种不一样的，看这个大这个小的，这个本身它就这么大，这个但是能长很大的，收了啊。哇塞，这个大蛤蜊，看看还有吗？这个个头好小啊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特别像那种10块钱一个的，其他的都是按斤的，但是这个像那种名贵的扇贝，里边它吸了好多沙，我给它弄出来，使劲洗一洗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还是公的，它没有漂亮的黄。哇，看到它的肉还在动啊，闭上。有点迟钝，收了。啊，这里还有好多。这里有一个碎的，哇，快看，漂亮的卵黄，这个是母的，漂亮吧？这种最好吃的这个季节。这里不要了。这个还有，这里也还有，这个也碎了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不错，带着。但一动它，它都闭上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这个太小了，现在有点下小雨啊，咱话不多说了，赶紧食物啊。我就是喜欢它，让它闭上嘴。一拿它都闭嘴了，我就想等它闭闭嘴。哎，这个它被水冲跑了，好多呀！看这里还有，哎呦，这个开口太大了，把它放桶里，一会儿它就都闭上了。你不碰它，它们都开着口。哇，这里还有呢。好多，收了。哇塞，这里好大一条八爪鱼，你看它爬出来了。它，我估计我刚刚路过这没看到它，我估计它在哪个石头底下爬出来了。咦，这个腿真粗。对呀，它这个粗，腿真粗呀！哇，你看看，爬起来了。哇塞，这里长的，它这里长了个啥？是它的另一只腿。哇塞，好鲜活这一只，好活跃呀！哇塞，主要是这一只肥呀。收了啊！最近抓的八爪鱼都不肥，比它还肥。你过来看，我发现这里一条八爪鱼在这里吃一个扇贝。它呀，它还很挺会疼啊！它在这里吃扇贝，让我给碰到了。哇塞，这只八爪鱼也超级大，这个扇贝也还不错啊，也不小的。看，里边的卵黄是白色的。不说了啊，我也给它收起来。这里还有一些呢，这里好多扇贝最近啊。看，哇塞，每一个个头都不小，都能吃得着。水煮呀，是不是？还有做个蒜蓉粉丝呀，都好吃啊。个头有大有小，收了啊。放这里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
他这里还有一些，这里上面真的是太多了，我都捡不过来了，我感觉。看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里这里，你看，个头都不行了，没有太小。发现了三只大蛤蜊，看这三只，一个比一个大呀，这个小，这个大，这个更大，你看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这是两个品种，这是一个品种，这两个是一个品种，都好吃，收了啊，洗一下，放桶里吧。好漂亮的一个螺呀！这个以前肯定没有肉哈，这要是见到一个有肉的，那就开心的要蹦起来了。好多沙，好多沙，洗一下。这个太漂亮了，之前抓的几个好看的螺都送给粉丝了，我想这个自己留着。下一次再抓到好的再送给你们啊！好，放桶里了啊！现在正在涨潮啊，我怀疑这底下有的是什么大货，我去翻一下看看啊。鱼呀、啊、什么的肯定都上来了，但是都藏在这里边看不到。哎，看你看，这啥？八爪鱼一条，但是不活了。它在这里边缺氧，肯定是不能行。但是看起来很新鲜，看，它如果是这一层一层的，肯定大货都藏在里边。可以啊，收了它。哟，好多小鱼，看看看，那鱼呀、虾子的，然后八爪鱼了，都藏在这里边，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出来。我想逮个鱼，放在鱼缸里养着。哎嘿，逮到了没有？没逮到。看这里还有一个蛤蜊，哇塞，个头还不小哈，这种蛤蜊特别贵，收了它。这都说话涨潮了，冲上来一条鱼，真的，一激动差点滑倒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天太热了，我都不想穿水鞋，但是这样太危险了。哎呦，不活了吧？哎呀，看，嘴张这么大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要不然水也冲不了它呀。它腮还是很鲜红的，看这边，看，腮很鲜红，而且还是很新鲜的，应该是刚死没多久吧？哎呦，哎呦呦吼！喂，拿回去吧。哎，新鲜的味道，一点味都没有。带走啊，带走了。哎，不对，你看这里边是啥？哇，大货！你看，目测这么长，不是鱼就是龙虾。对，好深啊，这里。就是湿了。哇塞，龙虾不活了。你这说龙虾都没有底气了。哎，看似是奄奄一息的感觉，我之前抓的龙虾都活，头一回抓死龙虾，难道是？看看看，这龙虾还是不错的，其实很新鲜。看，这跟活龙虾没有区别呀，是不是？也是很新鲜的，一闻就闻出来了。哇塞，这个龙虾钳子不小，有肉肯定，个头也不小哈，收了它，不活。我说了，看，我发现这个油蛤蜊在这里一吃，这个是不是？哎，食肉，看错了，但是这个是没错的，收了啊。看，这里还有一只这种蛤蜊，又是一只老蛤蜊，老蛤蜊在这里很常见，放桶里吧。你看，我发现这个东西全拖在一起，这什么呀？有点像蛇，不敢拿，你看清了没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啥玩意儿？像个粑粑一样，很深。哇塞哇塞，这很深，这么长。最近在这里抓的很深，都这么长啊！看，我再给它拉一下。我记得我之前抓了一条很深，本来看着很小，一拿它变这么长。这个没拿直接变这么长，这什么情况？刚来发现一这玩意儿，希望今天能有好的收获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走，咱们今天继续啊！快看，这里有一只八爪鱼。哇塞，它也没藏石头底下，我就感觉这个窝就像它的窝，在这里大口呼吸哈、啊。说实在的，这里有点缺氧啊。呜呜，但是它很鲜活，一点呀呀呀呀呀呀！快看，拽不起来，起来吧，还不想走吗？哎，起来起来！哇，吸力多大？你看这么小的八爪鱼吸这么大个石头，哇塞！这如果说抓个这么大的，肯定得拿不住它啊。如果说普通人抓到大八爪鱼，一定不要碰它，你肯定治不了它，因为它的吸力特别特别大。好，走吧，啰嗦了啊！哇塞，一只鲍鱼在这里，哇、哦！
不是这个动作咋这回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是不是你踩了？看呀，我就感觉哈，你光拍视频了，你都不注意脚下，上次踩了我什么东西，今天又踩了。我上一次还踩出一条八爪鱼来呢。对对对，反正上次就是你踩了一下子，今天你又踩了。看这里是鲍鱼的小嘴巴，平时都没怎么教大家认哈。那是他屁股。这是他的头，你别乱说。这触须在这里，触须在这里啊，露出来了，收了。今天收获不错哈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看这里，好明显的两只大蛤蜊，你们猜哪一种蛤蜊好吃？这是一，这是二。如果有人想猜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里说啊，可能有好多人会猜错哟。啊！快看，我发现这里一条黑头鱼。这个地方不好走啊！今天没有爬雪的，不知道能不能逮到它呀？看看看，它在这里。嘿，是一条黑头哈，还不小呢。你看这个家伙一点都不小，它搁浅在这了。你看这里可深了，但是石头多，它出不去。哇塞，不小不小，感觉怎么感觉有个一两斤吧？你看它这个刺，一抓它都站起来了。这个营养高啊，回家炖个冻粉不错。收了它啊。放桶里，然后给它加点水养着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今天收获不错。哇塞，快看，它这里还有一只，这里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不活了吧？这只好肥呀、啊，比刚刚那两只都肥。哇塞，它还活，它动啊！你看，在这偷懒吧？看，它就明目张胆的趴在这儿。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，那就去我家吧。来，你看，我发现这一只大龙虾，我离远了一看，黑黑的，我以为它是那个鱼呢，原来是一只大龙虾，还活不活？哎，爪子还动，我看到了，还活不活？大哥，哎呀，还挺有活力的。哇塞，看呀，这么大一只，哇塞，最近抓的龙虾都不小啊，看就没有小于一斤的，我感觉这个肉啊，看着就想吃啊。你看装死了不动了，哎，它不动了，装死了。那既然你这样，我也不继续展示你了。回家吃了它啊。哎，放桶里，走吧，继续看看。没想到啊，天黑赶海还有大收获呢。走吧，继续看看。快看，这是不是还有一只龙虾呀？我的天哪，我没想到啊，我一来接连抓两只龙虾。快来看，我走，我的天，它还在爬着一个。你这活力好、啊、这个对，这个活力好，它还在爬呀。哇塞，哎，拿起来不动，哎，你也弹一下呗，刚刚你哥们弹了一下，你看它不弹，但是它在水里是动的，它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在水里都不爬，拿起来弹，它不弹，你看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不错哈，不多说了，收了它。哇塞，今天收获可以呀、啊、我感觉现在都可以回家了。咱还奋斗吗？你说了算，还奋斗吧？继续。好吧，继续。快看，我发现这里一个八爪鱼在这里，快来，这个小八爪鱼，哎，不小了，啊，在这里大口呼吸，它是不是在被海菜围住了呢？看，哇塞，那个头不是很大，而且还不是非常的鲜。这八爪鱼飞，也是桃子头，看没？对对。但是它的肉属实是不是很肥，你看这腿多细啊！但是哈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吃它脑袋，而且今天抓了两只龙虾，这已经足够了，我感觉。放桶里，它不想下来，它不想去咱家呀。好，走吧。哎呦吼，快看这里，一只螃蟹在这里。呦，这螃蟹还不小呢，不活了它是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今天来晚了，黑天了才来。干，活了。花蛤是一只，公的现在是，但是啊，看着很新鲜，没有问题啊，带走啊。这里好大一个大铁蛤蜊，铁蛤哈，它的外貌叫铁蛤，跟那个西施蛇很像。哇塞，这一个很大呀，这一个就10来块钱啊。不说了，收了啊。哇塞，今天收获。这是啥？螃蟹腿不要了，走，没有肉那种，多的蟹的螃蟹腿。看这里一个黄蚬子，哇塞，这个肉好吃呀！我小啊，不多说了，我好像看到这里还有一个，
现在天有点黑了，看怎么样，这个个头还不错的，瘦了啊。这种得去沙滩上才能抓到呢。做啥呀？看，我发现一个货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们肯定没看到，我看到你镜头都歪了，你看到了？摄影师都看了。啥啥啥？旁边还有货。啥呀？这旁边还有货。我没看到。这不还亏吗？还亏吗？这么小，都不在我的注意范围之内。炒韭菜好吃。那是，看一个小海螺，一只有肉的哈，不错，瘦的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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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、这还一个，这还一个是吗？什么东西？海螺吗？哇塞、哎嘿，有肉吧？哎，有肉的。其实刚才我偷偷的给拔下来了，刚才吸的石头上、你发现的是吸的、那你比我强。看这个壳，对上这个壳有点碎，因为这种海螺的壳它特别薄，